宋庆龄，这个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女性。生前她为妇女儿童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和Sunway Kids上汇国际教育集团授权，由健康教育投资管理中心和瑞智集团共同组建了恒尚集团，专门负责宋庆龄国际幼儿园及它的姐妹品牌 Sunway Kids 上汇国际幼儿园的承办和管理。在我们宋庆龄国际幼儿园里，不仅有大家看得见的先进的设施和优美的校园环境，而且有大家看不见的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教育团队为孩子们精心设计的国际课程。Oh, so what do we do now? Water 肺液。Oh, okay, okay, let's wash our faces. Are you ready? Our faces are dirty, let's wash our faces. Oh. As a teacher, it is so rewarding to teach children.Because they learn at such an incredibly fast pace. 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习相远，习相远。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学习到中华文明的精髓，而且可以感受到国际化的实践课程。Now, we also have Lego. Orange. Orange, very good. Who wants to help me peel the apple? Me. I think Bruce is so quiet. Okay, there we go. One more time, You want one more?三到六岁呢，是孩子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定位的关键时期。Hello, everybody. Hello. Welcome to the Little Builders class. It's nice to see all of you. 恒尚集团与中国学前教育联盟、环太平洋地区学前教育研究会及美国蒙特梭利教育联盟共同依据中国孩子的特质，设置了一套适合他们的 Crisis Processment 教育方案，也就是精准教育。精准教育要求我们的老师细心地观察每一个孩子，根据每一个孩子的思维特点为他们量身打造属于他们的教育方式。正确的引导和教授让每一个孩子的特长和潜能得到最大化的发展。今天谢伟老师要带小朋友去的那个国家的名字叫做泰国。你们以前有没有去过啊？你们有没有去过？我当过泰国菜的。我妈妈试过泰国菜，很好。那今天呢，我们是坐巴士车过去的。我们为孩子开设了社会一条街，在社会一条街里面有银行、有超市、还有消防局等等。孩子在进行角色扮演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他们提前的去了解到生活当中各个角色不一样的工作内容，有意识的去培养和提高孩子的社会适应能力。以服务全球华人幼儿为己任，以创建国内最著名、最高品质的连锁国际幼儿园为目标，我们立志做最具有国际水准的华人幼儿园第一品牌。宋庆龄国际幼儿园。